1> 第一百二十一集。只希望祭力宗和晋宝宗的人尽快到，那他们还有讨价还价的筹码。时间缓缓流逝，郑权与吃错药的丹顶中不断传出异响，伴随着阵阵香气扑鼻而来。猪猪闭起眼睛，细细分辨每一种药香，很快便知道郑权要炼制的是七品养神丹。 专攻元婴期修士滋养元神，以便于将来分裂元神分身做准备的丹药。有这种养神丹，成功分裂元神分身的可能性将提升三成。元神分裂乃是进入大成期之前的必经阶段，正常来说成功率连一成都不到。靠丹药能提升三成，简直是元婴期修士们做梦都盼望的事。 所以，养神丹有七品丹药中之王者的美誉。除了材料难寻，炼制的难度也是出了名的高。两年前，猪猪就见师傅在准备炼制养神丹的各种灵药，因为这种丹药对于游千仞也有很大用处，所以后者几乎是倾尽全力替他收集所需要的材料。而吃错药炼制的，则是通窍丹。 用处与养神丹相仿，不过效用却稍稍逊色，炼制的难度也相对较低一些。想来吃错药也没想到郑权一上来就敢冒险挑战养神丹，所以气势上便先输了一筹。包括猪猪在内，没人知道为什么郑权会做出这样的选择，但是猪猪知道，郑权应该是有相当把握的。 他们曾经私下里不止一次讨论过丹方炼制过程中的火候，以及灵药成分融合时需要注意的种种问题。唯一差的只是最后一步实践。持错药那边丹鼎里的药香越发浓郁，他开始熟练地变换手印，控制鼎中的元阴真火，搅动各种药物，将之混合。 郑权气定神闲，细心感觉着，直到某个临界点到来，突然双掌齐出，击打在丹顶之上。那丹顶被他这么一拍，竟然直接凹了进去。这是什么伟力货色？竟然一拍就扁了！匆匆赶来助阵的寂力宗、剑宝宗众人看见这一幕，都不由得愕然。 郑权仿佛还嫌不过瘾，按住那丹顶一阵揉搓拍打，把好好的一个丹顶当面团一样把玩起来。朱猪,猪与在场有限的几个人懂得炼丹的，都恍然明白，这丹顶并非假冒伪劣，恰恰相反，可以任意揉搓变形，正是其重大特性之一呀、啊。 旁人炼丹只想到控制鼎中丹火，搅动各种灵药精髓，使之混合。郑权却另辟蹊径，想出个这么古怪的法子，弥补他金丹真火与吃错药的元婴真火之间在控制力上的差异。他看似毫无章法的按揉拍打，其实都是依照对鼎中各种灵药状况的细微感知而动。 每一下都恰到好处，两人顶中的丹香一阵比一阵浓郁，天空中彩云翻卷，慢慢汇聚到两人头上。这是七品以上丹药炼成时会产生的天象。待丹药出炉之际，天上彩云会散下红光，照射在丹顶之上。红光最多会有七色，最少只得一色。 色彩越多，证明丹药品质越佳。众人目光紧张的，一会儿望天，一会儿打量着两人各自的丹顶。再过不久，胜负便见分晓。吃错药的神情越来越凝重，手印变化越来越快，终于咬牙大喝一声：“开！” 他所用的丹鼎“砰”的喷出一道冲天火柱，三枚浑圆的红色丹药在火光中缓缓展露出来，红橙黄绿靛，五色红光照射在那三枚丹药之上。持错药大感得意，他炼制七品丹药的次数不少，大多只能出现三色红光。 这次竟出现五色，也就是说，这通窍丹至少已经达到中上等品质。一炉能够炼出三枚成丹，更是十分稀罕之事。他敢说，丹国其他七品炼丹师都难以与他相比。多数七品炼丹师炼丹能够出现两色红光就算不错了，更多的是勉强承担一枚，甚至尽数失败。 在场的人虽然大多不善于炼丹，但是一炉七品灵丹引发的天象与成丹数量多少代表着什么，他们都心知肚明。不少人面露担忧，望向了郑权这边。郑权的神情由始至终都是那么平静，甚至是面带微笑，仿佛不是在与人生死相搏，而是在做一件让他身心愉悦的事情。 终于，他停下了对丹鼎的蹂躏，伸指轻轻一点，一道火柱向着天上的彩云直射而去。其中紫色的丹药在火柱中若隐若现，不多不少，也是三枚。吃错药的脸色有些难看，不过转念一想，就算郑权也炼制出三枚养神丹又如何？ 这等出了名难以炼制的丹药，能有三色红光就足以傲视丹国绝大部分七品炼丹师了。如何能与他的五色红光相比？丹药难炼与否，这里只有他跟郑权有发言权。他大可以一口咬定以红光多少作为标准。郑权不过一个结丹后期修士。 就算再加上尤千仞与另外几个结丹长老，也敌不过他与司变态两人。迟错要心里其实有些后悔，早知道就不该听司变态的废话，去郑权比拼炼丹术，平白给他时间等来救兵。郑权头顶的彩云开始投射下一道接着一道的红光，红、橙、黄、绿、靛。 蓝紫，可惜紫光只是一闪便彻底消失，并没有真正投射到养神丹之上。不过，即便如此，六色红光闪烁分明，已经清清楚楚的昭示了政权的胜利。英镑风下响起一阵如雷的喝彩声，政权扶了扶衣摆，站起身。 将三枚养神丹收入玉瓶之中，天上的彩云红光才终于一点一点慢慢散去。吃错药，原本得意洋洋的神情瞬间冻成了冰。他恶狠狠地瞪着郑权，似乎恨不得将他生撕了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郑权只是一个六品炼丹师，炼丹靠的都还是金丹真火。 怎么可能比得上他的元婴真火？一个六品炼丹师炼制七品养神丹，竟然能够炼出六色红光的天象，就算在丹国都是骇人听闻的奇事。除了那个已经失踪的太子宠姬，他完全想象不出还有谁能够有这么逆天的天分才华。他竟然输了，输在一个六品炼丹师手上。 这事儿如果传开去，太子会怎么看他？持错药，一想到丹国太子，就如大暑天里忽然被当头淋了一桶冰水，想也不想，突然暴起扑向政权。他要杀了他，只有他死了，才能洗清他的羞辱，才能彻底除去自己被取代成为弃子的可能。 他以元婴初期的修为，不顾身份，破坏承诺，突袭政权这个结丹期修士。两人离得较近，就算是由千仞也来不及相救。不少人惊呼喝骂，眼看着持错药掌上喷射的烈焰就要将政权吞没，忽然，天外飞来一柄金剑，当头向着持错药就劈。 金剑来势凌厉，上面夹带的法力分毫不逊于持错药，竟也是出自元婴期修士之手。持错药如果坚持继续攻击，脑袋就要被当场劈成两半。终究是自己的性命重要，持错药不得不收掌，玄身避过这要命的一剑。 游千仞反应只比金剑的主人稍逊，迟错要攻势一顿，他人就已经抢在了郑权身前，将他挡在自己身后。迟错要十拿九稳的一击，被人突然从中破坏，大怒若狂喝，喝道：“哪里来的萧小,小？”一个身形瘦削的黑衣老者缓缓从附近一块大石后走了出来。 这里三个元婴修士竟然没有一个发现附近藏了人，而且这人又是一个元婴期修士。西南这种边陲之地，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不曾有过四个元婴修士同时出现的盛况。四人剑拔弩张，身上散发的威压，连暴发虎等结丹长老都觉得有些难以承受。 更别说底缠上之类的筑基期弟子了。猪猪见师兄师姐们都脸色惨白、摇摇晃晃、难过不已，只有自己半点事儿没有，连忙躲到银子张身后，免得惹人怀疑。突然出现的神秘黑衣老者，双目混浊，好像没睡醒一样，动作慢吞吞地走上前来，斜眼望着吃错药。 输了便偷袭暗算，当真无耻！他的声音就像钢锉与金属摩擦发出的声音一般，听得人忍不住冒鸡皮疙瘩。先前救了郑权一命的那柄金剑，轻飘飘的飞回他头上，像没有重量的纸片，分毫看不出方才凌厉迅猛的恐怖威势。 持错要当众做出这样的事，连司变态都感到一阵脸红。原本他以为持错要对上政权是必然会取胜的，所以才撺掇他与政权比试炼丹术。一来可以光明正大除去政权，二来可以彻底的打压圣旨派的气焰。这段日子以来，政权充分表现了一个六品巅峰炼丹师的影响力有多大。 近前大陆上，三大宗门都知道圣旨派有这样一位客座长老，其中两个宗门便迫不及待与圣旨派交好，不遗余力替他们撑腰。樊建宗虽然想跻身一流宗门，但实力与人家还是有相当差距，所以收服圣旨派的事便变得障碍重重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继续收听。